让我们的国力可以持续的增长，科技科技持续的发展，那的同时我们社会的福利照顾可以做得更完整，做得更好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而且在民主自由的这条道路上，我们证明给全世界，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有经济的繁荣，有国防的自主跟国防的强化，跟我们很多安全的事物跟民主自由是绝对相关的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那这一局我们真的少不了许淑华，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礼拜六的投票哦，我们把所有可以找到的票哦都一起找出来，我们投给许淑华，上次就差一点点，这一点点就会让许淑华顺利进入国会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淑华的强项在教育、儿福、长者文化、弱势团体，都是他长期付出的跟长期服务的对象哈。那他的服务非常的好哈，他的17年来，天哪，你做议员已经做17年了，对啊，这17年来哦，他有服务案件有70000件哦。好，总统蔡英文今天来到台北松山帮许淑华辅选，他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许淑华送进国会。